我能是木木的。他们怎么突然消失了？难道被兽人捕猎了？不对劲，他们像是被一种神秘力量控制住了。什么意思？父亲可能要利用上雅月打开天门。袁浪岑。 我小时候见过天门妖打开的样子，不是这样。赶紧找到父亲和尚雅月，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大人，用尚雅月做祭品，启动了一空法阵。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没有你们，只有你。 四眼哥哥，还记得998年前吗？有几个兽人小孩，叫我丑八怪，把我推下山崖，是你救了我。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嫁给你。我拼命的修炼，练出一道影子，利用尚雅月造出实体。 可你并没有为此多看我一眼，我们认识的997年，却抵不过你和尚雅月认识的几日。不过，今天看到你担心我的样子，也够。 思阳哥哥，你愿意原谅小绿吗？南宫，快点离开这儿，这里太危险了。 是南阳吗？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你还有亲人，快点离开这儿，走。雅月，你告诉叔叔。 天门的那边究竟有什么？和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关联？两个世界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叔叔，你是好人，你把我放了，不然四爷他…… 从小到大，他都没有忤逆过你，你别指望他了。我等你想通了。阿七等。嘘。我听。
哎，月儿，等我，等我。哎呀！果然，你有同伙。谁来救救我呀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他们是打起来了吗？哎，啊，我恢复了能量。圣雅月，奥利给！你们都别动啊！看我的，撤！妍妍，南宫，南宫，南宫。没事儿，不一定非要说话嘛。喜欢就正大光明说出来呗。其实呢，我就想像现在这样，静静的看着堂哥，还有他们，还有。你想做什么？作为交换，我也可以陪你呀。我想出去看看，你有兴趣吗？行啊。你知道